今天咱们来吃一个巧克力的脏脏包。里边爆浆呢。全是巧克力大厚夹心儿。吃甜食啊，真的会让你心情都变好。哇，太满足了。加热一下，它超级的软，这个可以加热吃，然后这个打开直接吃也可以啊。但是加热一下，它要更软一点，然后里头这个巧克力就是溜心的。哇哇！爱吃巧克力的这款一定要试一下。它是那种微苦醇香，而且还不会非常的甜。